找亮机 APP， 用更少的钱玩更好的手机。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找亮机，我是 Bug。中国一直是世界著名的粮食生产大国，我们除了农耕历史悠久、物产丰富之外，在水稻杂交方面一直领先其他国家。每年我国的粮食产量都在飞跃，据统计，到2016年底已经达到了12,324.8亿斤，既然都已经达到了自给自足的状态，为什么每年还要从国外进口2,400亿斤粮食呢？首先，我国农业结构发展不平衡，大批量生产的都是水稻等高产量粮食，种类比较单一，这就导致了水稻产量过剩，而大豆、玉米等其他粮食却不够吃了。我国又是一个南北方饮食差距比较大的国家，水稻是能自给自足，但是北方人不怎么吃米饭呀，所以进口玉米、高粱、大豆还是挺有必要的。其次，我国为了提高农民种地的积极性，稳定粮价，实行了最低收购价和收储政策，国内的粮食价格提上去了，但是国际市场的粮价却在跌，在2012年的时候已经跌得比国内粮价都低了。收购一些我们产量低的粮食作物，这笔买卖看上去并不亏。除此之外，为了消除我国针对美国的贸易保护，中美双方做出约定，互相进口粮食，加深对外开放合作共赢的意义。我国进口了美国的大豆、苜蓿，他们也买了不少我们的鸡鸭禽类。原来粮食进出口不单单是为了填饱大家的肚子，还有这么多复杂的国际潜规则呀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本视频素材源自网络，由找亮机剪辑配音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，请为我们点赞并分享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